我和他初中就认识了，他告诉我之所以注意到我，是因为有一次他来我们班打架，一个男生拿椅子在后面袭击他，我看到及时抢了那把椅子救了他。他对我说这件事儿已经是几年之后了，我并不知道那个人是他，只依稀记得有过这么一件事儿，怪不得这么久他都一直黏着我，因为啊，我是他的救命恩人啊。中考成绩出来之后，我上了当地一所普通高中，他去了自称在那儿他可以当校草的一所遥远的学校复读。他跟我说，那里女生为他疯狂，男生为他嫉妒的许多事儿。这件事儿让我鄙视了他好久，吹牛大王。上了高中，他像个闹钟一样，每天给我发短信，提醒我要按时吃饭，按时睡觉，一天不落。还会打电话给我舍友，问我心情好不好，像老妈子似的，叫他跟我在同一所学校的朋友帮他好好照顾我，不停地买东西让别人拿给我，又不停地对别人说我多好多好，弄得整个年级都知道有个帅哥一直对我很痴情，而我却一直不肯接受他。很多人羡慕我，其实呢还是有点小开心，可我依旧装成不在乎的样子。就这样，他傻傻地坚持为我做了这些傻事儿一年多，我也一直习惯了他每天的关心，当成是理所当然。高二的时候，在校门口我们有了第一次莫名其妙的拥抱，以很傻的姿势。那是我第一次跟一个男生拥抱。从那之后，虽然大家都没真正的提过男女朋友这件事，但是似乎彼此都默认了情侣关系。我们在一起的日子，他细心的像一个贴身管家，什么都依着我。我们经常去海边幻想我们的未来，去餐厅吃饭，他会说，以后我们每天一起做饭，你不懂做你就负责吃。他买衣服的时候会一起买我的来送我，他总喜欢买一对的东西，喜欢我们的东西都一样，手机一样，铃声一样，衣服一样，挂件一样。他还想过要买情侣内裤，我们似乎也越来越像，爱得越来越疯狂。我们怀着期待和害怕的心情，同时去跟家人坦白了自己恋爱的事实。到现在还记得，我们各自去跟家人坦白过后，那种喜悦的心情，感觉到被祝福，还有未来的憧憬。我们之间也有争吵，有一次吵完之后，我把手机埋在了海边，大凌晨一个人开车去找，一直找到早上都没有找到，心急如焚地打电话给他朋友找我，听到我的声音他又着急地问我手机在哪里，他不停地说怎么办我找不到。这时候刚好老师走进教室，我挂了电话给他发短信让他别找了，他不肯，说自己也要把手机丢了，一起都不要带手机。我发短信给他说马上去找他，可是他真的把手机丢了，跑回学校来等我，我却跑到海边去找他。那天下着雨，很冷的冬天，冷清的海滩上一个人也没有，都是被他挖过的一个一个洞。这么冷的天，他用手翻了一整夜的沙子，不过是想找回我任性买掉的手机。
孤独的海滩哭到昏天暗地。我们在一起的这些年，他一直容忍着我的一切坏毛病，所有的任性。我知道这辈子也许再也没有一个男孩会如他一样对我。我们的某一个情人节是个周五，本来约好他从学校回来见我，突然又跟我说学校有活动回不来了，当时有点生气，我说那我去看你吧，他又坚持不用，越想越气。刚好那天有一个朋友过生日，我便去参加朋友的生日会，中间朋友出去接了个电话，回来笑嘻嘻地对我说有人要给我个惊喜，我想大概是他自己不能来觉得愧疚，托人买的什么礼物藏到哪了吧，找了一圈什么也没找到，以为是朋友们耍我，朋友说在阳台，我走过去以为他会送只鸡给我养，因为我之前养过两只鸡，后来房东反对，只好把鸡送给了外婆。送走的时候很难过，那两只鸡就好像是很多人家的猫狗，是我的伙伴啊。这件事他也知道，所以我一直觉得他会在某一天给我弄来一只鸡。但阳台上什么都没有，伸头往下看也没有人，却突然看到他从昏暗的灯光里慢慢地走出来叫我的名字。看到他的一瞬间，我好像被幸福击中了，那种惊讶的感觉我一辈子都不会忘。他很高，那盏路灯的光照在他脸上，整个人笼罩了一圈柔和的光芒，那是特骄傲特矫情的想，我男朋友真帅呀、啊！我大喊着他的名字，像电影里的场景一样飞快地跑下楼，狠狠地跳到他怀里，来了一个大大的熊抱，他背着我转起了圈，我们在冬天冰冷的月光，在路灯的光圈里分享一种叫做幸福的东西。我妈妈特别喜欢他，有时候我跟他出去玩都是老妈跟我一起联合起来骗爸爸才能出门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跟别的父母不一样，不反对早恋，但老妈的宽容是有度的，不可以无下限。所以有一天我骗他说晚上在朋友家住，其实是跟他在一起时，心里特别愧疚，朋友们也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爽约而有点不高兴，提醒我不要做让人担心的事。其实那天晚上我们什么都没有做，只是睡在一张床上，但是那时候年轻的自己根本没有那方面的太多意识，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坏女孩，我怎么就成了一个坏女孩呢？我被这些愧疚压得喘不过气来，给他发了分手短信。我曾无数次跟他提过分手，他都会求我不要离开他，但没想到这一次成了最后一次。短信被他姐姐看到了，他的家人让他转学，转到了更远的学校，他真的走了，离我更远，一切就这样戛然而止。分手后我们有半年多不联系，那半年我一直在努力学习，我害怕自己过得很狼狈，不想让他看到我为他狼狈的样子，我狠狠地努力着，终于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。他知道之后半年来第一次来我空间留言，写了一句话，我为你开心，你没让你父母失望，这是以前他叫我学习的时候老说的一句话，别让你父母失望。我看到这句话心里疼了很久，
后来我知道我们分手之后，他的 QQ 密码还是我的生日。他交了很多女朋友，还去纹身，叫堕落的天使。他说就是想这样堕落。他不去上学了，说不想去没意思。他还玩了伤害自己的东西，他说戒不了了。他这些偏激的行为让我又害怕又心疼，一直哭一直哭。他的手机号码我顺口就可以读出来，我一直以为我忘了，我哭着打给他，求他不要再玩那些东西，会让自己走得越来越远，可能永远也回不来。他冷笑着对我说，听你的有什么用，听你的，最后我们还不是分手了。他完全不想回到从前的自己，带女生去开房，不肯去学校。我所有的劝说都会让他更过分地毁掉自己。就这样，我们永远不联系了。7月25号是他的生日，记得上次他生日前的某一天，我独自带着相机走遍了我们俩去过的每一个地方，拍照到很晚才回来。他找不到我，在车站等了我几个小时，结果看到我之后把我骂哭了。他问我去了哪里，我找了借口骗他。其实那一个晚上我都很想跟他说这一天我去了哪些地方，干了些什么，但还是拼命忍住，因为这是一个惊喜。那天拍的照片被我弄成了一本华丽的相册，叫第一个第一年。当时得意了好久，生日那天把这份礼物送给他时，他脸上露出的感动我这辈子也不会忘记。他笑着骂我神经，那种满足与骄傲珍藏于心。我曾对他承诺过，每年都会有我们的第一年，我们会有很多个第一年，可现在成了梦。今年我毕业了，要离开了，我们也许再也不会相见，再也不会有某一个一年。只希望他能一直记得我们在青春的路上互相拥有过，希望他快乐，回到那个最初的自己。